兔兔的戒备心。新养了一只兔兔，怎么才能知道兔兔当下的状态呢？是放松还是警惕？首先就是看耳朵。如果兔兔耳朵牢牢贴在背上，一动也不动，睁大双眼打量周围，时刻确认四周有无危险，保持警戒状态。第二是看鼻子，兔兔为了获得信息素而高度动鼻子，放松时动鼻子的速度会变慢，睡觉时也会停止动鼻子。第三就是看脚底状态，兔兔睡觉就代表开始放松了，但若将脚底踏在地板上，代表还有一半界限哦。第四，我们可以看眼睛，兔兔在戒备状态时会用力瞪大双眼，在安心时会放松，眼睛眯成直线。最后就是看腹部，兔兔露出腹部安心熟，代表没有戒备。关注我们，每日更新小宠一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